Hello，大家好呀，欢迎回到我们的频道，我是 Macy。大家看到外面了吗？这是雪茫茫的一片。然后今天是12月28号，我们要去南山 Blue Mountain 的，给大家看一下我身边的两位帅哥。这个是凯达，然后这位是 Kevin。然后我们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车里面装了多少垃圾，给大家看一下。20了。所有的行李、吃的、blanket 有的没的都在这里，然后开一辆大车去 ，OK 啦。那我们到了 Blue Mountain 之后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吧。我们准备出发了，拜拜。2 hours later. Hello, 现在已经是晚上很晚了，然后我们到达了我们Blue Mountain 这个 cottage 一个 resort， 然后我们 rent 的一个别墅，在这一块，然后想给大家做一个 room tour 吧。噔噔，我们先进去。很多人都已经到了。给大家看看有多少双鞋子在这里。All this， 超级多人的。Hello。然后已经有人在下面，我就随便给大家看一下吧。这里第二层有三间房，每间房都有两个床，两张床这样子。然后再过来一个，这里也有两个房子，然后这里有个厕所，看一下。哦，这里也是个洗澡的地方，是，就是这么一个厕所，然后一个，这是什么？哦，这个是你进房间的一个地方，这里也有一个厕所，这里就是两个厕所在这里，这个厕所稍微大一点点，然后这里也是一个洗澡的地方，然后噔噔噔，这里有两个洗手的架，这个是什么？哦，这里还是一个桑拿房呢。Oh my god， 真的是一个桑拿房哎！你看看这里写着，哇，然后这里是个石头，这估计得自己烧，然后变成一个桑拿房。So cool！ 这里还有一个乒乓球台，然后这里估计是之前是拿一个做来做酒吧的一个地方吧，这么一个形式，然后。再给大家看看这三间房间，这个呢是上下床这样子，不像上面那样子是两张床，然后基本的一个镜子，还有一个小小的桌子，还有挂的那些东西都非常的齐全，每个房间都有，是，都挺不错的。然后我和 Kevin 住的是这一间，是我们把这行李都放到这里来了，然后挂的。两张床，上下床，然后窗户之类的都有，非常齐全，挺不错的。OK， 然后这里有个 exit 可以通往上面，这样子。OK， 我们上去吧。还有没有？还有没有？看到不要加入他们吗？
The next day. 噔噔噔噔，现在是第二天早上，然后昨天忘记给大家看我们这个阳台了。阳台呢，里面放着两张桌子，然后今天呢是超级舒服的。你看，现在穿着个短袖，大佬，在个大冬天穿短袖，然后上面茫茫的雪山，然后到时候我们今天下午就要去滑雪了。又是一年一度的滑雪季节，所以就去滑雪。我干嘛？太激动了，眼泪都要流下来了。昨天没有拍下 Kevin 他喝醉酒的一个情况哈，但是他呢，昨天喝醉酒了，然后不省人事，然后我照顾了他一会儿，我自己也睡着了，没办法。然后给大家看看清醒后的 Kevin 是怎么样的。噔噔噔噔。你清醒了，你终于都清醒了。我终于都清醒了，也没感觉你那么多清醒。你是谁？我是你吗？你个变态。那好啦，那我今天到雪场那里之后再跟大家做个 update 吧。5 hours later. 我们现在在做 campus change， 然后第一个开心的是，杯子，你得看看杯子的字，我对你们祝福。有还有来来来，写的什么？早日退休，哎，这不错，这不错，早日退休，可以。这是酒杯来的。好，下一个，下五十岁之前退休。Kevin， 就是一个毯子。毯子。保暖用的，哇，好适合你啊！哇，还是个红色的。保暖用的，来，这啥？什么东西？就刚刚那个。你不能收到。这什么？按摩器。这座小飞球，车上那个魁地奇的金色飞球啊，那个 Harry Potter 那个 Harry Potter 会飞的东西，放车上的那个是吧？放在车上会抖那种。那个的，适合吗？真。没有那么精致的包吗？Gift card 吗？哇，可以。我收到我的，换一个。这是什么？凯达。来。哦，这 AirTag。AirTag。然后是我。后面是我。Jennifer。那个是那个。弟弟。恭喜你成年了。恭喜大人。九。再换，我又是抽到了你。没关系，这是你的品牌，真的就是温暖你整个冬天，好不好？哎，我们真的需要这个物理上的温暖，这是个 heater， 物理上的温暖。Nice、我要打开吗？还是什么？不用打开，这样就可以了。啊哈，我想唱这个是吧？Jack， 还是 Jack？ 好 ，Jack。我做的是我。挂的。哎，有灯吗？有。可以。哦，可以来在家里做摆设，挺好的。可以当摆设。这个晚上是可以。是，它就便利啊。所以这晚上就可以。越来越好，恭喜奖，越来越好。享受了。是不同颜色的。这非常的舒服。我都不想要。我想看一下，哇，好看。是。这真的可以放在我们家做装饰，挺好的。就是做装饰用的。可以。调氛围啊，是提高氛围。还能调高，就是亮度。对。好的。问问说的。我送给了乐乐。
啥？这个 new fire， 这个是谁？哎呦，我的是伟豪的。哦。我的在这。最豪华哦，加湿器，加湿器。哎，你不说你有一个了吗？我还在路上，还没到。那行吧，可以可以。可以两个霓虹灯。哎，是什么？还是看不懂啊。加湿器，小冰箱，泡面膜吗？哦，可以可以可以。Day three。Hello， 大家好啊，今天是几号？12月31号，快要倒数了。然后我们昨天晚上在乐乐家待了一晚。然后就是在他睡，他在他家睡了一晚啊，这是我3天以来睡得最舒服的一次，自己一个人一张床，然后还是张双人床，还没人打扰我，不会听到鼾声，太高兴了。然后现在我们去道夫喝早茶，是的，然后就这么着吧，到时候，今天晚上跨年的时候再跟大家 update 一下吧，拜拜，这两位先生 ，Hello。Later， 对，我们等一下慢慢再收拾东西了。哇，这一堆这种一次性的东西，我们可以以后拿去用。哇塞，吃面包用的家。我们还有一会儿就到12点了。现在时间11:55。这个表有点快，快了一个小时，因为夏令时候没改。啊，味精。怎么时间差这么好？哇，还有1分钟。Are we ready？ 哇，到我们了。咱们一起来倒数啊！8 6新的一年有什么愿望或者想实现的目标？别说，来来来。这个问题有点难。这个问题有点难是什么？感觉有很多愿望要实现。说其中的一个。能不能早日退休？这几乎是每个人的愿望了。那我想干什么呢？我就希望明年一切顺顺利利。顺利一点，我想什么就想什么就好。可以。对，一切顺利平安，身体健康。去年赚那么多钱，当然轻松一点。上年赚的钱 double， 还要再加的轻松。也可以，可以可以。对，轻松一点就好了，没有那什么，去年太累了。好，慢慢到你了。我也跟你说，一切顺利 啊，一切顺利，身体健康，大家都是身体健康的话，一切都能。好的，只要身体好了，就有革命的本钱了。嗯哼，就希望自己过得好吧。你们希望你找到一个女朋友？我也想问，我刚刚其实。这个不急吧？单身优秀青年。好青年。成年男生。个子还高，长得还帅。不，凯达有多高？凯达有多高？1.78米。可以。好啦，那祝大家新年快乐啦！新年快乐 ，OK， 拜拜。虽然我是素颜，无所谓。